好，各位观众，在今晚的星海争霸二的部分呢，第二重比赛呢，将是由游弋冈田的伊彦吕嘉宏选手，重组的选手22岁，对上的呢，则是哇，这也是算是新人呐、打进来的 Jax 啊，番茄战士，他是耀月太阳神的选手，黄阳杰选手。已经很热了，哇！脱衣服了，要跟认真了，跟伊人大战一场哦，袖子也卷起来了，只是他人没有冲过去，还很激烈的对决。番茄战士啊 ，Jax 黄阳杰选手，他是在这个外卡赛2-0赢了 DS， 同时也是拿过贝塔杯的冠军呢，赢了悠悠的。我这两位选手呢，到目前为止都是1胜1败的成绩。好，先介绍一下交手的地图是亚奇龙荒地。对，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这5点钟方向哦，那这是游弋冈田的烟，是蓝色的虫族。好，再来到11点钟方向，我现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是耀月太阳神的 JEX 番茄战士哦，是红色的虫族。两位选手目前都1胜1败，就是说，其实在星海的自由之翼啊、这个版本，每一位选手，12位选手都要打3场，大家很公平哦，每一位选手都打3场啊、那伊彦呢，1胜是赢了 Sasei 哦，那1败是输给了辉。那 Jax 那1胜呢，也是1胜1败嘛，那1胜呢也是赢了 Sasei， 那1败是输给了 AK 哦。哇，小 C 来这边的神族的，因为神族就已经不多了，然后啊，对，其实小 C 是一个还不错，由于他在欧美其实也算是之前还算成绩也算是不差的一位选手。嗯啊，对。那由此可见，其实他有这边的实力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进展。因为小 C 这次打一个0胜3败这样子，真的还蛮令人有点小讶异的啦，哈。确实是有点令人讶异。对啊，就他是唯一的一个洋将哎，哦，通过了就第一应该说是会外赛的资格赛这样子打进来的，结果是0胜3败。不过他的精神我觉得蛮佩服的啦，据说那时候因为之前的这个赞助也。就结束了嘛，对，应该说结束了。那他还是愿意留在台湾，然后拼这个比赛，就是其实这种拼国际赛的奖金啊，这其实很正常了。对，就跟这个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运动的选手啊，包括高尔夫球选手、网球选手，他们职业选手也是到处去打比赛，就靠奖金啊过活。对，那要打得好才有，打不好就住比较差的旅社，要不然就借住朋友家哦。其实像 Sasei 也是一样。好，来看这个，双方都下了二矿，都裸双下去了吗？裸体睡双人床。对，两边都是一个15D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局啊，慢狗开哦。那这边的话，特别可以留意到的是 ，JX 这边是比较早挖的瓦斯哦，他早蛮多挖的瓦斯哦，所以经济这边我们看到人口数这边就有一点点的落差，稍微少一点点，就是因为他比较早挖斯，所以经济是稍微差一点点。那这样的话，可是等一下他出大量的异化虫，这样子的话，他应该是打算在早期爆大量的一个异化虫，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压制。哎，那他的这样子一个战术选择，如果燕这边没有发现的话，我等会非常非常的危险，因为他的王虫看到对方的主堡时间，会想说跟我一样是慢狗开。对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藏狗了，已经在藏狗了。对，然后这个藏狗会发现球啊，球了，哎呀，你藏狗不能。你藏狗不能被溜进去啊，对，尴尬啊，尴尬！哎，这个但他没看到啊，好险哇！燕这边没有往上看哦，这个要是看到的话，这一次就亏大了。哦，所以还是有，然后有躲起来了。对，但是我不知道燕这边有没有留意到哦。来喽，来喽！对，来喽，来喽！哎，啊哈！我发现燕这边哎。燕这边要在王虫再不往左边移一点，他那个看不到对方出来哦。哎呦，看到哎，好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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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对方异化虫出来，心中大吃一惊。赶快啊！对，自己的异化虫。那自己家里面是没有提速狗，对方有，但是自己提到一半呢，他就只能利用后虫和慢速狗来做一个防守。慢速狗，对，打慢速垒球的。对，不过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慢速狗攻击力是一样。对，那只不过就是只不过机动性稍差。那如果打一个防守战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他已经基本上是等于已经守住了啦。
是快速狗，快速狗就跑很快，就咬了就跑了。对对对，很操作性。如果提速狗这边的优势就是，当我数量比你多的时候，我可以追着你打。嗯。等下我打不赢你，我就跑。对，例如说刚刚明明数量比较多的燕这边，他因为不小心做了一个分兵，导致他不小心送掉了蛮多的狗，那也是就是机动性比较差的原因。好，那他提速好了。对，双方都长了翅膀了，跑一样快。对。我都长了翅膀，跑步一样快，就检查一下你的电脑。对，检查对方的电脑。对，很可能其中有什么误会。对，好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不咬了。哦，对，重新鸣金收兵，回去好好营运下了。对，那现在这边的话，换成燕这边抱大量的狗啊，他抱了超多的狗，而且在前线变得独抱，现在要直接要打一波，要做一个反推了。哦，所以他也不想说回去做营运了，不能忍了。哇，要被看到，要被看到。毒爆。哇，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，哇，这个看操作，看操作，看操作。哇，这个是，对，硬炸，我们看到第四杯硬炸掉，然后这边，哎，好，对，刚刚吓了一跳，哇，这个公喵快跑，公喵快，哇，这个大量的狗不行，这个大量的狗。哇，这换掉是赚的，没错。但是后面燕后面又补上这些狗，稍微往后拉。哇，这个大满怀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燕这边的一个操作，然后再换掉对方是毒豹。啊，这个地方哎，狗出来，哦，那只能赶快再往后跑。对，主场作战的 JJX 这边还是来的比较为优势的哦。哇，那燕这一波要是没有打下来，其实他会。非常非常的危险啊！啊，再变一波！哇，因为燕那边的工兵这个经济其实是有点差了哦，有点少哦，所以他这边选择再压一波。刚刚说没打下很可惜哦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iming 点。哇，这个只能说这个操作还是有差哦，还是有差。不然刚刚那波好几次的机会哦，哎，那这边有没有办法换到一些工兵？起码换成工兵，好好换蛮多的哦。对，换到一些工兵，但是你其实你看到那些狗和这么多的狗和毒啊，换到那些工兵不赚哦，并没有赚哦。不过这边溜进去了，哎，这个这边突然间停狗了，哇，家里面也发生一些营运上的一个失误，突然间他刚刚盾堆在那边没有盖东西，哇。现在一次爆出二十几条狗做防守哦，我们看到，那这边燕这边要不要拖到毒爆出来？这个如果毒爆它拖出来，好了，哇，这个一出来就炸，哎呀，哦，有点多，好吧，哇，杀了26只工兵啊！对，那这一波过来应该是要这一波过来，应该是要直接带头，因为后头已经死光了，在你没有办法喷虫碗的情况之下，你跟对方比爆狗，你是不可能守得住的哦。那这边果然 JX 打出了 GG， 哇！所以这个 ZVZ 最后结果是由 Ian 哦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再回来。